烫头啦，抽烟烫头，抽烟喝酒烫头，三大爱好。今天我就一个龙虾主菜，西红柿炒蛋，这我来吧，西红柿炒蛋，苦瓜炒蛋，全炒蛋，还有那个洋葱、五粉炒肉。我们用陈教练的桨板和碳纤维的桨来试试。哎呦，这有他签名的。宝哥当心啊！后来我还是站起来了，建议初学者还是站在整个板的重心点比较稳。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去嘉兴参观了民俗活动，这是当地的踏白船比赛。南湖区七星镇四道，南湖区新兴街道五道，南湖区南湖街道六道。注意看，这个六号船是本次比赛的冠军船。这就是我好朋友的船队，嘉兴凤桥镇队。当地话我几乎都听不太懂，我猜测这是在抽签排位。你打个字，一封二打，二排你们都是走了，就听你站了，领导快回来嘛，好了，谢谢领导。哎，对，别的领导。不得不说，当地政府对这类民间传统活动的支持，奖金丰厚。这是鱼种改造的机械结构的桨。签了，我签好了俩，谁签好了俩？啊。好的嘞。五号嘛人进来的。哦，八号的人进来的，肯定比俺发育新灵活。祝贺他们在第二轮决赛中取得了好成绩。注意看，冠军船队动作整体划一，幅度大，频率高，同时在收桨阶段用摇橹补充动力。排名第一的嘉兴凤桥镇渔民船目前在决赛的最后一组中还是保持一定的领先。赛后去参观了鱼种自主研发的智能家居系统，这里先做一个预告。